概念㗎。世界盃係有外圍賽有方都知㗎。每一個成員國都係有團體嘅機會可以參賽嘅時候，究竟有方所講多嘅參賽機會係邊個呢？今日有方若果係話要增加佢哋參加決賽周嘅名額嘅話，咁我方就要問啦：點解決賽周唔係第一啲真正有實力嘅隊伍去一較高下呢？如果有方所講嘅亞洲嘅隊伍係真係有實力嘅話，點解佢哋唔會出現喺個32隊當中呢？究竟決賽周嘅定位係乜嘢？有方一副必須回應啦。第二個誤解就係有方認為擴編咗之後收入收益增加咗就有更加多嘅資源發展足球。首先我要問有方，國際足協係咪而家冇錢呢？再者點解錢多咗就一定有成效呢？一直嚟國際足協都欠缺一個獨立嘅反腐機構去監察執法㗎。喺撥款上面，國際足協都冇一個有效嘅審計機關去平衡每筆撥款嘅成效。有多位講到足協做咗啲項目，就等於發展咗足球嘅時候，咁成效喺邊呢？錢係咪用得其所？係咪有調查報告咩？更何況嘅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嘅收入都高達77億美元，比上屆多過10億美元出嚟嘅時候，國際足協都有咁龐大嘅資金，有方仲要再增加佢哋嘅收入，究竟係攞嚟發展啲乜嘢呢？定純粹只係為賺得更加多錢呢？由此可見，今日有方係唔能夠論證擴編嘅必要性，更加會帶嚟以下兩個弊處：第一，降低決賽周球賽嘅質素。今日有方提到，增編咗決賽周嘅隊伍就可以等更加多嘅國家去參與呢個賽事啦。但係要稱得上係決賽周，就一定要係精英中嘅精英。對國家嚟講，呢個係一個榮譽；對其他強隊，對切磋佢哋球技，對球員嚟講，呢個係對佢哋足球技術嘅肯定。對於觀眾嚟講，呢個係高水平且具觀賞性嘅賽事。咁有方增加到16隊，係放寬咗門檻，不實力不及之前32隊嘅隊伍都可以參加。有方又點樣論證決賽周嘅賽事質素唔會降低呢？德國足協主席格林德亦都指出，擴編會導致世界盃嘅水平變得更加參差不齊。參考2016年嘅歐國杯，決賽周隊伍較上一屆增加8隊，晉級比例高達44%。當中北愛爾蘭即贏咗一場咁大粒就進到級啦。葡萄牙甚至係三場都打平手都闖到入16強嘅時候，所以西班牙嘅文迪達都話啦：咁樣嘅比賽係冇辦法篩選強隊以呈現最高質素嘅比賽。呢個情況可以擴編世界盃決賽周都會引致質素下降嘅問題。無怪乎國際職業足球員協會嘅秘書長都強調，對於球員嚟講，一場球賽嘅價值係在於質素嘅好壞，場數嘅多少根本就唔係重點。世界盃決賽係屬於精英嘅賽事，有方要點樣確保擴編咗之後，決賽周嘅賽事唔會變得冗長乏味呢？第二，增加球員傷患嘅風險。現時職業球員唔單止要參與世界盃，仲要參加國家賽同埋球員賽，當中已經係過度保障嘅啦。足球員協會嘅報告都指出，球員喺世界盃同各個聯賽之間最少需要28日到5個星期嘅休息恢復。然而，有接近80%嘅球員休息時間都少過5個禮拜，接近一半球員甚至連28日呢個門檻都達唔到。當中部分球員更加只係短短嘅11日。全球職業足球運動員聯盟秘書長都表示，球員現時嘅比賽日程已經導致更加多嘅傷病同疲勞。2026年世界盃決賽仲要擴編，意味住賽期將會延長多9日，等球員全息嘅空窗期一定會縮短。有方就講就容易啦，可能多一場咁大把，但係多球賽嘅時候，球員休息嘅時間會更加短，受傷嘅風險會增加，甚至可能因此需要停賽休息㗎。所以今日嘅辯題俾不成啦，多謝各位。有方，我見唔到呢個今日嘅決賽周。我問你，你同唔同意佢
賽周期嘅目的就係咩啊？就係要等強隊去喺入邊去。好啦，但係見到咧，原來足協咧2020至2023嘅願景咧係將足球咧全球化。想問你啦，你而家係咪同足協嘅理念咧互相矛盾㗎？我唔明有兩隻優邊度可以矛盾喎？我有幫你咁啊，話你要將精英化啊嘛，咁好簡單。想問你啦，係咪將全球排名頭30嘅俾曬佢哋入決賽周？有冇同覺得冇問題？需要打球？唔係啊，今日我方就話喎，就係佢哋要互相比拼啊嘛，打到係啊，互相比拼啊！你話你要將佢嘅你話你要將佢實力最強啊嘛，咁所以決賽周嘅實力咪應該要由頭30隊入曬就得咯。想問有方同呢個係咪你嘅理念？唔係啊，我方已經講過啦，佢哋話比拼嘅時候，佢哋盡量鬥到32隊，咁有時候可能唔係啊，唔使盡量鬥到32隊，見到嘅就係原來足協咧，而家已經咧有個排名啦，原來咧頭三十以外係咪你所講入曬就冇問題？我唔係咁講啊，有方同我再講。所以咧，其實有方同我都知道啊，其實唔係頭三十就入曬就夠咯，因為從來都實力都唔等於佢嘅排名，而實力咧從來都唔係足協最所最強調嘅嘢咯。如果唔係，想問有方同我，你點解咧而家足協咧會由24隊擴編至32隊，再擴編至到去48隊啊？有方以前嘅事件同今日今時今日兩樣嘢都冇可比性啊！點解？因為以前，因為以前。所以其實有方我都解釋唔到點解，因為兩隻冇可比性咯。見到原來就係足協咧將原來咧就8隊擴編至16隊，再擴編至24隊嘅時候，原來咧呢個歷史嘅發展咪就係見到咯。因為足協咧係想將佢就想將佢普及化啊嘛。所以有方同學就係，如果你今日覺得佢唔需要普及化嘅話，佢點解要需要咁樣做啊？我唔覺得佢需要咁樣做喎。全球化，現在
20比0咁樣，但係咧，有方同答唔到，因為交
意大利咧，聯排名67嘅北馬其頓咧，20-1咧爆冷嘅情況擊敗，可以見到咧其實排名咧根本就唔等於一切啦。而家佢嘅係咧有第二年，可能有方同咧同我哋講啦話，啊佢28日誒應該要有28日至到5星期嘅恢復時間，但係咧而家咧就做唔到，所以見到嘅係有方從來冇交代過緊邊份醫療報告同你講話一定要有28日至到5星期啦。去爭呢個大力神杯嘛，所以今日有風。
放標準一定係比三十二隊咁係實力咁強嘅有分話。今日咧唔係，因為今日咧三十二隊，嗰個係可能佢集中啲。
唔係啊，有方圖知咩啊？原來之前嘅比賽咧，就算即使搞三年都好啦，就算即使搞三年都好啦，原來咧都係有二十日或者以上嘅，所以其實都係完誒，即係都係唔夠，即係都係做唔到有方圖所講嘅二十八至到五個禮拜嘅標準嘅時候，我方唔明白究竟點解咧？究竟有方圖對理想嘅原因係啲乜嘢？佢今日交唔出嚟，佢想要幾多隊打曬㗎？佢今日就係想話啊，我就係要精英咯，但係精英又點樣咧？又要幾多隊一齊打？有方圖通通唔解釋，因為佢話係你㗎。Thank you.
所以盡量就縮短你答案同埋題目或者時間，咁呢啲都係一啲誒嘅策略。咁當然啦，都係一個即係普遍嘅，佢又就係好多地方作咁誒好多科研就諗咗出嚟，即係包括我哋啲嘢實際嘅發展。咁但係其實最後都冇講到就係我哋呢一樣嘢其實關自己嘅處事不必時嘅。去到最尾嘅時候，就係一個話語，就話對佢又加咗排名啊、質素啊、排名、質素咁樣打咗。好似講嗰個，其實都唔止係兩樣嘢誒，係咪？咁所以呢啲就係威脅誒再處理啦。咁跟住就係講關於個問題啦。咁第一個同頭先都講過啦，呢一個係一個離題嘅問題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你做任何嘢都好啦，咁必然都會有你啲嘅位，咁所以要衡量嘅就係 ，OK， 咁你將佢普及化咗，你要成定呢個領域，咁你將佢普及化咗，佢嗰個出曬嘅問題就係嗰個冇咗正義化嘅問題，又或者係可能係嘅質素問題，咁同埋時間就高到可能變成問題，我話佢當然係會有一定嘅水平啦，我覺得，但係佢作為一個多啲機會令到呢啲水平稍為低少少嘅國家佢入到呢個比賽，包括嗰個領先係乜嘢？我會覺得咁樣可以承認對方個個 position 嘅領先，其實係更加好。咁跟住就係講質素呢樣嘢啦。可能如果其實大家都唔係好聽大家講嘢，質素呢樣嘢咧就即係都要自己去諗下嗰個定義。邊個先啱咧？邊個其實去到最尾呢邊，我都嚟聽到一個即係共識，或者係點樣嘅討論。咁呢個就要再諗嘅。咁再講到兩邊啦，兩雙方。咁我自己會覺得就對於正方嚟講咧，條主線嘅講法咧就欠缺咗兩邊。第一就係主辯嘅時候一開始我哋講就係 OK， 咁1998年嘅時候其實都已經有類似嘅。情況由24歲去擴張去到35歲，咁當年呢一個過程入邊，咁佢係咪真係幫助到一啲嘅落後國家嘅發展咧？咁嗰啲嘅資源最後又係去到邊個咧？咁呢個過程其實係欠缺。咁第二就係嗰啲前景嘅問題，因為其實成場田比賽佢哋嘅 point 就係確立喺話有多咗名額，咁就多咗人。就多咗發展啦，就多咗錢啦，多咗投資咧，就多咗機遇，就多咗成就，然後一個正向嘅循環咁樣嘅。咁所以當你冇交流到就係去賺咗錢，然後去最後點樣做嘅時候，呢一啲都可能係主線就係稍微弱咗少少。咁跟住我只會覺得反方咧，咁其實去教啲嘢點樣咁教錢嗰個係。但係就好似唔係好咁樣咯，咁尤其是係自由辯論嘅時候，其實呢個係一個強嘅嘢，咁就好似成場上面都係俾對方帶住，咁就冇用到自己嘅講嘢。咁跟住相反嘅係去到後場先去講到就係話，其實我哋相反嘅好多質素嘅下降呢個咁樣，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做少少咁。咁同埋仲有一啲就可能好普通啊呢一樣。但係對方就而家係踢咗係世界盃咁樣，咁呢個我覺得有啲奇怪咯。但係因為反方做出嚟啦，所以我就去嗰啲調整個分數咁樣，咁少少嘅希望幫佢。交鋒我都比較感見嘅，咁
最重要嘅交鋒位並唔係我喺呢場面入邊最關鍵嘅判準，之後反而係我嘅判決係靠其他嘅一啲可以話相對輔助嘅好明確交鋒嘅判決。點解我咁講咧？咁我先交到我今場比賽咧，我話比較偏向反方嘅。咁點解咁講？因為我自己覺得好似頭先兩位辯護，我覺得佢哋對於我自己對於成場比賽局勢睇嘅嗰幾點，其實其他都係唔上嘅。咁但係每個點我點樣判嘅咧？咁我覺得今場辯論比賽我同意嘅就係、是。作為一場利多於弊嘅辯題，其實雙方都有一定程度嘅論證責任啦。咁但係大家有冇一個好明確嘅標準？上次話咗我聽，基於呢個標準底下，決賽周嘅擴展其實個最大嘅利。咁我大概能夠理解到你哋背後想走嘅標準，正方有個背後嘅理念叫做普及化，因為佢相信其實我哋透過擴展決賽周嘅普及化，令到更加多隊伍嘅參與，係有助呢一個嘅足球發展更好。咁反方所謂嘅精英化係一個我哋要維持一個高水平嘅質素，但係坦白講，我覺得呢兩句説話今日喺雙方嘅情面，大概就係主面，或者就係我頭先嗰句説話啦。其實雙方都冇再深入地去懷問究竟正方所謂嘅普及化指嘅係乜嘢咧？咁你嘅普及化係點樣實踐嘅咧？如何透過參與咧？即係除咗主面變過少少，例如有啲隊加入咗之後多咗機會，但係個機會其實係點嘅咧？我覺得係冇嘅。咁反方今日可能多少少講質素嘅問題，咁但係因為呢、這個都係因為正方好大程度地想嘗試喺度做攻防咯。咁所以第一樣嘢，我覺得我成場比賽最大嘅交鋒點咧，我覺得係喺質素嘅，即係雙方都花咗好多功夫喺質素嘅攻防上面。咁但係坦白講喺質素嘅攻防上面咧，理論上呢個都係反方嘗試第一個你好重視嘅論點，就係因為如果世界盃決賽真係質素下降，呢、這個就係第一個最大嘅所謂敗處所在。咁可惜，我覺得呢個位咧，其實喺成場交鋒落到尾咧，雖然打得花好多時間，但其實大家唔係真係好有效嘅，因為打到邊質素有冇提升定係下降咧？點解？我需要分到兩個部分。大家睇個交鋒咧，即係所謂參賽資格嘅問題導致質素嘅下降。咁點解話參賽資格嘅問題咧？因為其實反方所謂一開始想話俾我聽嘅就係因為32隊變咗48隊，會多咗一啲所謂質素參差嘅隊伍參加。OK。咁喺呢度就嚟啦，正方喺度時候做咗少少嘅邏輯跳級嘅，因為你假定咗，你嗰啲質素低咗係咪就係排名低咗嘅隊伍啊？其實嗱，老實講啦，我覺得反方喺呢個時候做，我覺得由個決策上或者喺理解你自身論點上係有少少失誤嘅。點解？因為反方某程度上其實你講緊嗰啲隊伍，你所謂質素參差，正常理解就係一啲你認為佢哋喺世界排名或者實力相對。點解？係因為理論上嚇，我幫你腦補呢部分。反方想講咧，因為而家其實大多數實力強大嘅係歐洲，將來所謂擴展名額咧，係擴展咗喺亞洲或者非洲呢啲足球水平你覺得較低，呢啲國家多咗名額晉級，所以呢啲低水平嘅國家或者低排名嘅入到去，所謂32-48佢咪渣咗咯，係嘛？咁但係你漸漸地咧，唔知點解落咗一個位入面咧，就會變成個爭拗嘅，就係喺呢個名額上面，會反方即係想突破呢一個排。圈圈啦，反方嘅講法就係唔係，其實唔關排名事嘅，其實佢哋就變成咗佢哋通過咗外圍賽入邊一有資格咯。但其實呢度就出現咗一個我覺得好吊詭嘅地方啦，因為不論係正方係通過48隊，其實都係通過外圍賽，而反方嘅32隊都係通過外圍賽，大家都外圍賽，點解質素下降咧？咁喺呢個情況下，其實反方都應該可以再進一步解釋，就係因為雖然大家係外圍賽，咁但係大家諗下一個非即係一個例如。歐洲外圍賽贏嘅，咁我贏嗰啲比較高水平嘅隊伍啊嘛。即使亞洲我通過外圍賽贏，都係一啲水平相對較低嘅隊伍啊嘛。因為本身亞洲嘅水平就低，咁所以咁但係反方由於喺呢個冇解釋，咁我個人覺得咧，反方喺參賽資格呢樣嘢，我覺得其實正方成功可以話話贏咗喺參賽資格上，我並唔係好聽到反方點解32隊變咗48隊之後咧，就突然間個水平會下降。當然，我覺得正方喺水平呢度咧，亦都冇一個好實在嘅即係資料去支撐嘅。例如正方話啊，因為國際足協話其實將來我都考慮曬㗎啦，其實咁，但係由於呢一樣嘢質素下降呢樣嘢係反方提出嘅，咁我會將個論證責任放咗喺反方。但其實反方亦都唔係淨係講排名嘅，可惜嘅就係第二樣嘢，其實反方嘗試講嘅係一個賽制嘅改變。咁呢個如果我冇理解錯，反方想講嘅係。過往32隊嘅時候，小組賽咧係4隊晉級兩隊嘅，咁但係將來改制之後咧，4隊會晉級3隊，咁由於最低第三名都會晉級，咁所以令到小組或者分組賽嘅競爭性應該有啲下降。你舉個無話嘅例子，我相信你係
級嘅外圍賽和咗好多。咁但係我覺得反方喺呢一度你冇主動地就住呢樣嚟解釋，因為黃雅麗姐佢一開始已經講咗。咁所以就住質素係咪真係下降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去到最後反方其實冇辦法好清楚話到俾我聽，究竟呢一樣嘢係咪真係質素有提升？但係相反啦，正方咧今日我覺得第二個問題就在於。好，咁質素冇提，有冇提升存疑。咁但係究竟普及化咗之後，或者你所謂我當保留個質素普及化得好咧，好可惜，其實我覺得正方係除咗主辯之外咧，往後其實你如果冇再推展究竟你，因為我覺得可能對方亦都冇大把啦，因為你好似大咗主動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比較可惜，因為呢個係你哋好重要嘅論點嚟㗎嘛。你哋成個價值觀就話俾我聽，成個擴展係如何幫助到呢啲可能要非洲或者亞洲嘅隊真係多咗機會從足球嗰度提升。咁就變咗白啲嚟講啦，正反雙方其實喺最重要要論證嘅精英化與普及化嘅時候，發揮唔到最重要嘅功能，即使今日嘅交鋒都唔能夠清楚變。咁我去判啦，就係下面嗰兩個論點啦。第一個論點叫做雙幻嘅問題，咁呢個係反方提出第二嚿嘅。咁我覺得反方嘅雙幻問題其實由主辯開始都算係比較完整地提出咗唔同嘅數據嚟咧，又提出到28個月到5個星期嘅賽季休息。我覺得喺呢一方面，正方對於雙幻呢樣嘢嘅回應，我覺得其實比較單薄啲嘅。咁正方個講法都只係話，有兩重嘅解釋，現實生活入面其實係咪真係做到5星期啊？就算冇世界盃都冇5星期啦。但係咁樣暗示其實你都承認咗佢嘅休息時間短。咁反方正方第二個講法就係話，喂唔係喎，賽與賽之間其實有3日喎。咁但係反方都好清楚話俾人，我唔係講賽與賽中間嘅3日，係整體，因為佢因為巴比啊好多球員。咁但係正方嘅時候嘗試去挑戰，只不過話我聽。喂，咁啊，你問啲球員梗係想休息多啲㗎。咁仲有你有冇科學嘅數據啊？咁但係我覺得喺反方入邊，佢喺呢一個雙幻入邊，佢都舉咗成個球員協會一個即係所謂標準啦，亦都真係成個描述同埋語境入邊，佢都講到整體嘅成個世界都真的，而且佢會令到佢休息時間減少咗。而正方冇就住呢一樣嘢去做真係點樣解釋雙幻呢個問題唔會提升。咁所以雙幻呢個論點咧，我覺得其實反方係能夠成功咁樣即係守住。咁相反啦，正方嘅第二個論點咧，就係有關於金錢。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主辯提過，有錢多咗，但係我覺得反方喺呢邊咧，我相反覺得反方由主辯已經好清晰地，其實有幾重嘅攻防。第一，我會同你講國際足協而家係有44億盈餘，再講佢舉咗一連串貪污問題嘅個例。咁坦白講，我覺得我同意嘅貪污問題呢樣嘢，其實係咪真係好關呢嚿嘢事，或者係貪污問題嗰嚿嘢係可以打？但可惜我覺得正方成場冇直接去到好後期先對貪污呢樣嘢真係做攻防。咁換言之，正方嘅第二個呢一個所謂增加資源從而幫助到佢嘅論點，我覺得其實係俾反方成功地透過一連串嘅疑問就喺前場已經拆解咗啦。咁所以由於大家喺一個叫做精化與普及化都無法好清楚地然後我都打平，但係相對地大家副論點，即係喺呢一個雙環，我覺得反方係能夠成功證實嘅。而正方嘅即係由於資金上升嘅呢樣嘢，我覺得其實係俾反方都做咗好大程度嘅拆解，所以我今日就會將我嘅論點判咗俾反方。但係正反雙方，我俾少少建議啦，俾正方嘅少少建議，我覺得正方有個習慣嘅，但係我覺得呢個係氣勢上好凌厲一種攻擊習慣，但實質上可能攻防上未必好幫到你。例如正方會嘗試經常去問反方個概念，例如按照你嘅邏輯，因為你想拆精英化嘅邏輯好多，咁32隊就等於叫精英，咁係咪按照你嘅邏輯減到24隊、16隊、8隊、4隊更理想？但我覺得呢個問法你唔好喺前場好著重呢種攻擊防守要，但呢種我哋叫做上當式攻守，其實反方都一樣可以用翻相同嘅邏輯噶嘛。咁你普及化係咪48隊變64隊變122隊，即係128隊變得更好咧？我覺得呢一類，與其你用呢種邏輯去問佢精英化係更好，不如就問佢，我覺得其實可以更具體嘅，例如好似你咁講，會唔會具體嚟講，而家其實足球水平嘅提升，例如亞洲，我哋今次都見過，其實今次世界盃好多例子嘅，例如亞洲一向都會被視為足球水平好低嘅地方，例如好似今次嘅日本啦、沙地阿拉伯啦、日本即係已經進級到16強啦，韓國進級到16強啦，甚至乎啲亞洲被視為水平低嘅隊伍，其實都有唔錯嘅表現啦。又或者非洲，其實有很多非洲球員近年亦都喺一啲大型球賽或者聯賽入面去謀生，咁所以非洲足球嘅水平提升到，會唔會具體你問佢點解今日冇條件由32擴到48咧？咁我覺得可能會具體過，只係邏輯上。第二個類似咁嘅邏輯點就係球員嗰個問題啦。例如你會問佢：喂，你問啲球員5個月休息好唔好？咁係咪要去到6個月、10個月、12個月？我又覺得你好中意用上當性。
但係嗰具體啲文具就係五個月，而家大家都唔夠㗎啦。但係問題就係講緊成個世界盃係咪可以透過協調去配合咧？舉個例，成個賽期雖然係延長咗，但係比賽嘅密度減少咗。第二，我可唔可以透過增加世界盃參與球員嘅名額？其實個經濟上即係話去到48隊啫。例如而家世界盃啱啱今年都有多個休息時間嘅，例如你會知道例如換人名額嘅上升，會唔可以透過呢啲方式同埋實質上啊？坦白講，係咪48隊都踢足曬咁多個禮拜先？即係講真，其實外圍賽踢完之後，有大多數球隊其實外圍賽都已經進咗步，真係踢到最嬲尾嗰刻嘅，其實可能真係有啲進步到最後嘅球隊。咁我覺得可以用多啲具體嘅嘢去問佢，可能會比較更好。咁你反方嘅建議就今日反方要明白就係對你嚟講最大價值嘅質素下降。咁我覺得質素下降，坦白講，我覺得處理上其實有啲被動，因為有少少就算正方丟你幾多質素，你回應對方質素唔會下降。但係我覺得主動地講質素下降，其實就正如我頭先講，係好多計算嘅方法。舉個例，例如你係想起碼你舉下啲例子啦。而家32隊入面，大多數係平均世界排名或者有啲咩隊？假設真係32隊、48隊，特別係多咗最受惠嘅亞洲同非洲，會有啲乜嘢你覺得可能會有機會低啲嘅球隊入到去咧？即係可能例如咧 ，say 而家我諗咧 ，say 可能世界排名可能去到即係 even 外圍賽有所謂意外啦，但我相信對世界排名百幾嘅都好難真係透過外圍賽有更大嘅爆冷，因為外圍賽人打到多。咁會唔會將來其實我哋拓展到會唔會真係有一啲球隊可能係而家喺亞洲排名第五、第六嘅，將來而家係入唔到世界盃，但係將來佢入到世界盃，可能其實本身個國家嘅足球水平相對比較低。我覺得如果有多啲呢啲例子，會比起就咁口同地咬32變48，係咪真係多咗？我覺得會嚟得隊員係啲，又或者外圍賽嘅足球水平，例如你哋講緊，即使大家通過外圍賽，因為我據我了解啦，48隊入面咧，而家其實世界排名頭50嘅隊伍入面有一半其實嚟自歐洲，咁啊將來反而歐洲嘅名額擴展係最少。咁當然呢個對方會講係冇辦法，但係質素上面會唔會其實係一個唔合理嘅比例增加咧？因為反而成績最好的歐洲增加的比例是最少的，但是亞洲和非洲增加比例是最多，這個會不會就是刻意所謂壓苗助長呢？我覺得在這裡其實你們可以打得再多，甚至可以回應正方那種好球是否等於好呢，讓這些球隊，因為我覺得反方今天只是入球到這種情況狀，就是讓他打外圍賽咯，但是你都可以描述多少少一些可能實力未足的隊伍入到決賽之後會面對的情況，那我覺得這裡其實可以做多少少完整一些咁就變相佢今日好似場上反而落咗一個，我覺得對你哋冇乜著數，就大家喺度拗，大家有冇通過世界盃外圍賽係有著數？我覺得嗰個位其實大家都冇著數，因為同樣符合曬雙方嘅嘢。咁我覺得入面自由聯盟冇明顯一個咁樣難度小狀態嘅。OK， 咁但係總的來說，我今日雙方其實係反應喺攻擊嘅成個語言嘅運用嗰方面其實都好強嘅，只係有時我覺得可能面對比賽。場上要判斷哪一些位置真真正正其實是打了是真的為自己攞到一些分數，或者是真的為那個比賽推進有作用，可能是在雙方面的判斷上可以再加強的。大致上是這樣，如果個別